抓到之后就要拿去煮了。那我先再放一整，好 OK 了。很好，不用，不会啊。你看看，很快，不用五分钟就煮熟了哈。放菜了哈。哇！煮完之后，这个菜都多长大哈。哇！来，第二次是要把那个菜煮熟，你看它是熟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！都这样，你看看。接着来到马滩休闲农业区，它位于花莲县光复乡，是花莲境内面积最大的湿地哦。我们今天要体验就是新绿农园里面的巴拉告生态捕鱼体验。巴拉告是什么呢？是一种器具，由三层构造组合而成，底层是竹筒或者挖空的空心树干，第二层为细树枝，最上层是杂草或水生植物。这样的器具啊，提供鱼虾躲藏觅食的机会，让小型生态系生生不息，有节制的捕捉，也维持鱼的数量，也符合我们生态的食物链哦。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开始网鱼喽。网子要用对，好，最低，来准备，一二三，走。低一点。哦。有吗？有，刚才。没有抓到就是没有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主任。他一定在网子上绑。他在门口。门口啊！我有有。啊，你不要走啊！主任，再一次，低一点，快点。我们没抓到鱼，不能吃饭呢。抓不到鱼，给他喝清汤哈。哎呦！石头水。哦，主任，哎。抓到！哇，一人一条哎！哎，耶！体验摇耶！抓到了！哇！完成，抓到之后就要拿去煮了。哎呦，小倩倩，你们好哎！哎呀，你们夫妻来是吗？对，还带两个小孩。哇，你老婆好漂亮哎！对，很会哈，很会吧？很早呢哈，有眼光呢哈。好。刚刚有抓鱼，对不对？对，抓到两只。两只而已哦。两只没办法，技术不好。我抓那么两只而已。我是种田，不是抓鱼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好，刚刚抓鱼上岸之后，是不是一定要上岸要煮那个鱼汤？对。所以待会我先介绍一下石头哈，这个石头不是一般石头，这个叫蛇纹石。哦，蛇纹石哦。嗯，所以你不要记录，边看到那个石头这样子捡不起来会爆开哈。嗯。你用这种特定的石头哈。可是我们的石头可以重复使用吗？可以，两次而已。两次而已啊！因为你看，这个石头到那个锅子里面会热胀的，说自动会裂开，所以只能用两次。所以今天主角就是这个石头，就在我们的火堆里面，是吧？耶！那边有一粒一粒，那个就是我们的石头哦。好，有看过这个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再看看，环。这个是什么？槟榔叶啦。有没有看到路边那个干掉的叶子掉下来？这个有叶片，捡起来做成这个容器。所以我们原住民种子也是用这个啊。好，来，重点才是这个。来，哇！刚刚抓到两条，对不对？对。上岸之后，我们的节奏给它变很大只了，你看。在下面抓食物过鱼，到上岸的时候变台湾雕哈。好，里面的器材就是生姜、盐巴，一点盐不加味素哈。对。那待会这边一桶水干嘛？待会要加石头，就是要过水。好。为什么要过水的过程是把那个灰洗掉？嗯。烧到500度时候，你们不用怕脏哈。好。这个时候你看，好脏哦，你看。哦。先放3个到4个哈。哇。那我现在放一个。好 OK 了。嗯。很好，不用，不会啊。你看看，很快，不用5分钟就煮熟了哈。所以我把这个白白的捞起来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菜是用野苋菜哈。好，野苋菜。放菜了哈。哇！煮完之后，这个菜都哇，长大哈。哇！来，第二次是要把那个菜煮熟。你看，它是熟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哇！都这样，你看看。好吗，小布？
想夹。啊，妈妈夹一下吗？前面哈。哦。哇，老婆终于会煮饭了耶！在家不煮，出来才煮，哇！耶！石头火锅终于好了，好饿哦！可以吃了吗？话不多说。直接开动喽！耶耶耶！哇，这鱼汤好新鲜啊！很 OK 啊。嗯。哎，那菜好嫩哦。纯鸭好吃吗？嗯。幸福幸福。嗯。这个石头火锅里面的野苋菜啊，哇，正在减肥的我刚刚好，超适合吃的。嗯。一个字而已，嫩，只有嫩而已的，哇！而且汤头香甜的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。台湾最温暖、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